啊，我们要压你的能量，你很放，你握着握拳，出你的力，脚打开一点点，这样你才有能量去。我等一下透过我的能量，我要把他的能量移上来跟卸下去，每个人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。那你也去感受为什么能量，宇宙万物气的能量，它为什么它会去循环？当你能量跑掉，你要知道，当你能量聚足，你要用它。能量是一个 cycle 跟循环的。好，你尽可能出力，我要把你压下去，你尽可能抵抗，不要让我压回去。好，好，那能量，我要把你能量卸掉，你等一下要反抗。一样出力，为什么他会没有力量？你等一下再告诉你，再来一次。出力一样，插一气，对不对？能量是靠你自己，我透过我也可以影响他的能量跟他的意识。我今天告诉你们，思想本来就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力量，我可以卸。那为什么可以催眠？为什么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己催眠？这个能量你们要懂。那有一个能量叫阴跟阳，吸叫什么？我刚才吸土之类的，吸就是所有的生，土气叫做什么？死。佛法已经告诉你，宇宙之间已经告诉你，万物都告诉你，你的吸就是生，土就是死。你吸就充满着活力，你土就充满着柔性。你吸代表什么？阳光。土代表阴性，怎么样？吸代表光明，土代表黑暗。这个能量你们要先懂，从哪里着手？你从你呼吸就可以悟人生，可以悟很多你所有易经里面的东西，阴阳的东西，透过呼吸你去推理，不用去背，你只要去理解，透过这个食物链你就可以去了解了。这刚才我们讲的能量，第二个，我刚才跟你讲的很简单，转过来哦。第一个，你们要这个肋骨，你们要把它搬开，你去戳，有一点内力，吸吐，把你的横膈膜这里拉开。来，我就透过它这样最快，你自己要蹦出来。我这里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吸吐，吸吐，现在知道吗？有没有感觉？这里就会很舒服。就会很舒服，因为你这里横膈膜一直憋住，那你这里把它好像一些喷了你的支气管夹呢，这大棒啊叫你束住了，啊，结果你来把我趴住，你才 keep 住，不然就跑掉了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这边有凸出来的胸骨柄这样子这么大的话，那你这里胸骨柄这样子，你左边要推右边。透过来双手右，你要推你左边的话，你的遗迹这里卡住，你凸出来这个地方定位好，左手扳住，扣住，出力，吸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往内挤压回去，吸，吐气的时候推回去，再吸。推回去，一直慢慢推下来，把你的肋骨推回去，跑掉，跑出来了。这边左边一样，吸，再吸，这样知道吗？
这里会对你们一般女孩子、男孩子都一样，胸闷、气闷，或者你肋骨跑掉的，包括你心脏的问题，种种这些会有多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，第二个，肋骨里面肋骨间、肋骨与肋骨间的位置有空隙、有大小，那你们要稍微检查一下，肋骨与肋骨间有没有？这里有十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应该是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因为这里后面是两个。那这个部分你们要把它摸出来，怎么摸来？左手摸你的右边，然后你稍微摸一下，自己摸一下，在这个肋骨间，你间隙有没有？有没有很间隙？你自己摸看看，间隙是不是大还是小？小的要搬，大的不搬。这个是原则，然后怎么搬一样，卡，这样的卡住，然后吸，涂的时候搬会痛，可是没办法，只有这个方法，吸涂，把它搬起来，插了搬起来，这是自己搬的时候，吸，涂，把它小的地方搬上来，大的太大的不用搬了，搬小的那一个。那你自我检查，自我检查，这边一样，左边你自己摸看看哪一个位置，哪一个部分。哦，这里比较小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吸，吐，知道吗？是往上搬。插蕊，往上搬，插蕊往上搬，知不知道？这样子懂吗？这个可以治，那当然没有办法，就是帮被人家治疗，被人家用，把你整个调整，从头到脚把它归位。所以这个像我们这个老师是教你们自我检查、自我养生、自我保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除非你们没办法要重新调整，那重新调整，我们住台北的就是我们的淑慧。哦，以后你可以找他，他未来他可以帮你们做调整。那调整怎么？因为时间很久，请你记得这一门不是很快速的，他不是脚痛一脚，头痛一头，那不是，他是要从头到尾，你的仙骨、头盖骨、脊椎、四肢、五脏全部要调整一遍，就是要好像全部要检查修复一遍，就是要慢慢调，可是时间很长，至少要一个半小时。光这个疗程就花了半个小时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整体的，它不能说哦，你这边出问题，这个问题啊，它一定会推回去，是头盖骨是哪里？然后慢慢把它调整回去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简单的先帮你们教你们这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哦，这个很简单的方法。然后第二个再教你们其他的，哦，来，还有来，可以慢慢的往这边来。第二个。